法师，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第五大段，欲宽玄之分。二十大欲，今天我们学习第十四，第十四个比喻，魔系迂腐欲，比喻菩萨舍身同行的啊，这个四摄法里的有同四，同行跟同四啊，是一桩事情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只有两首偈啊，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。他化自在六天王，于欲界中得自在，以业或苦为眷王，系缚一切诸凡夫，彼有贪欲嗔恚痴，忧于众生的自在，宽举十种自在力了，而不能令众同行。我们先要简单把这个他化自在天王介绍一下。他化自在天呢，是欲界第六层天的天王，所以叫六天王。这六不是六个人啊，是第六天。佛告诉我们，欲界有六层天，从我们这里上去，第一层呢是四王天。啊，诸位到寺庙里面呢，天王殿看到这个四大天王，那就是四王天的天王啊，这第一层啊，这个四大天王是平等的啊，是在同一层。那么再上去呢，就是忉利天。前面我们念过，忉利、地势都是属于都是同一个名字，同一个人啊。那么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，西方有一些宗教啊，称他为天主，啊，都是属于这个人。佛告诉我们，四王忉利修十善业道就能够往生啊，就能够升到天上啊。那当然四王天是更容易啊，但是都要修上品十善啊，也就是说十善业道，譬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啊，考的分数总要能考个八十分以上，才能够升四王天。啊，那大概到忉利天呢，总得将近一百分的样子。那也得九十五分到一百分，才能够升忉利天。忉利再往上面去，还是欲界。
但是要修定，这就晓得修定是多么重要啊！不修定呢，不能往上提升啊。上面是夜摩天，从夜摩到这个他化自在天，这四层呢都需要修定，修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啊。那么这个定呢，在佛法叫未到定，它是修定呢，没修成。如果定要是修成了，它就到色界去了，就不在欲界了啊，那就大幅度的提升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四层天修定呢，定功前身不一样啊，有深一点的就在上面，定功浅一点的呢就在下面啊，在这个第三啊夜摩天，第四斗率天啊。斗率弥勒菩萨在斗率天，所以斗率天呢是凡圣同居土啊，四禅也是凡圣同居土，我们人间也是凡圣同居土啊。那么这是让我们呢了解，这个修行重要啊。在华严经里面一再的提示我们，欲界天从四王天一直到他化自在天，这是第六到顶点上去了，都没有离开呀贪嗔痴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贪嗔痴越少是没有断，但是很轻它就往上升，贪嗔痴很严重就往下堕落《楞严经》上说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多贪嗔痴要是扶不住，这叫对念佛的人来讲不能往生。在学经教呢，贪嗔痴浓的人障碍你开悟啊，所以佛教我们放下。放下什么？就是从啊贪嗔痴下手啊。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劝勉同学放下自私自利的头一步啊，自私自利要真的放下，起心动念为众生，为正法救助啊，要把这个念头啊换过来，我们这一生才会有成就。如果起心动念通通为的是自己，道业就产生严重的障碍了。
不但不能证果，对，连开悟都不可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心里头常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呀。所以总要把念头换过来。念念为众生着想，为别人着想，特别在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众生之苦，过去几千年来所未曾有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苦呢？一般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圣贤教诲，感得的果报啊！天然灾害，并不真正是天然，天然没有灾害，是众生不善业力所感召的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因果的教育要认真学习。古圣先贤，无论是中国是外国，没有不讲因果道理的。易经里面讲的最明白最清楚，一般人都知道的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善是因的，余庆是果报啊。积不善之家了，必有余殃啊。易经里面讲因果讲的很多啊。这一句自古以来读书人引用的最多啊，甚至于还把它做成对联啊，让自己时时刻刻警惕啊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凡是属于自私自利的就是不善了，一切是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学习伦理道德，这是善啊。从哪里学起？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从《弟子规》下手啊，从这里入门，今天早晨新加坡有个同修打电话告诉我，两个星期之前呢，新加坡一个教师访问团啊，到这个汤池庐江文化中心去参访啊，回去之后人人都赞叹，人人都欢喜，新加坡在报纸上报道是整版的啊，总理非常重视，九个宗教
都要组团到汤池去学习。啊，中小学的校长、老师，学习的兴趣非常浓厚。啊，这在国外华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啊，可是我们自己往往疏忽掉了。啊，疏忽是由于没有接触过，无法想象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我们读了，觉得没有什么，很浅显的，这有什么好学的？啊，纵然有很好的老师给你讲解，讲了之后点点头，也未必以为然。啊，如果到汤池去看一下，那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地区啊，人民个个都在学，而且都落实了，都做到了。啊，你才真正晓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效果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对社会的影响。你到那里去看到那边的人民，啊，怎么那么样的和睦，那么样的欢喜，啊，对人有礼，有爱心，啊，亲切照顾，这别的地方看不到啊，啊，就是。将近两年《弟子规》学习产生的效果。啊，学习《弟子规》，我们在此地的佛法上看呢，它是属于十善业。啊，虽然没有学十善业道，学《弟子规》就是学十善业。那我们可以肯定，他不懂佛法。他也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些人将来肯定升天，啊，至少都是四王天跟忉利天人，决定不会堕三途啊！啊，决定不会有灾难呢、啊。那个灾难是余殃啊，极不善呢、啊、才有余殃。他们是极善的，那极善必有余庆啊，余庆是在四王天，是在忉利天。啊，为什么不说更高一点？更高一点要修定，他们还没有，没在定禅定上下功夫，啊，就是在清净心上下功夫还没有。那么佛给我们讲人中国宝啊，佛经有一首偈叫舍来偈啊，我们听了之后啊，应该要有警觉啊，知道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待人接物。舍来记第一个，端正，这个人相貌长得好，端庄啊，端正庄严，从忍辱中来啊，一定能忍，能包容啊，他才有这个果报啊。
第二个是贫穷，贫穷是从艰贪中来，他贪心很重，贪而无厌的，自己有的不肯施舍，不肯布施，吝啬，果报是贫穷啊！地位很高的人，高位者从礼拜中来，待人有礼呀，自己懂得了谦卑，自己谦卑呀，对人有礼，这个果报高显呐。那个下贱，贫贱，贱是没有地位，是从骄慢中来，骄傲、傲慢。阴雅是从毁谤中来，盲聋是从不信中来，不相信圣人的教诲，不相信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报，不相信呐。长寿是从慈悲中来，短命是从煞身中来，诸根不具是从破戒中来，六根具足是从持戒中来。佛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每一句后头都有个来字，叫是来记。我们只要稍微细心留意都能看见。果报在哪里？在眼前呢，在身边呢，然后在自己回光返照，想想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起什么心，动什么念头，做的是什么，就知道来生果报是什么。不要问人呐，自己比什么人都清楚。那么他化自在天，这是欲界的天顶的最高了，再往上去就色界了。他所有一切的享受无需要自理，第五层天叫化乐天，这个天也相当自在了，他所要的一切受用是随念变化，自己想什么他就变现在面前，譬如居住的宫殿，他动个念头想要什么样式，宫殿就在面前了，嫌它小了它会大一点，嫌它大了它会小一点，随心所欲，不需要去设计，也不需要去建造，自己能够变化，你看这个东西属于科学，
科学家懂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能与质啊可以互相转变。物质从哪来的？从能量变现出来的啊，能量可以变成物质，物质可以变成能量啊，原子弹是从这个理论上发明的啊，把物质解放变成能量。但是如何使能量变成物质，科学家说理论上是行得通的，方法上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啊，如何把能量变成物质。那么我们的物质就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啊。可是在化乐天，是第五层天，欲界第五层天，他们做到了。第六层天的福报太大了啊，他所需要的东西是第五天供养他的。你看他变化他都不需要，他当然能变，他不要第五天供养给他，所以叫他化自在天啊，他自己不需要变化啊，他需要什么第五天赶紧就送来了啊。化乐天呢就变化出来供养他了啊。所以这个天人，在这层天人是他们的生活可是最快乐的啊，真正是幸福美满啊。第六天才称得上啊，我们今天讲幸福美满呢是一种理想啊。啊，就像这个人间常讲真善美，真善美是我们的一种愿望，有没有呢？没有啊，连欲界天里头都没有真善美。真善美在哪里？极乐世界有啊，设法界里面都没有真善美。啊，那么若有也是天上啊人间相似的，不是真的啊，相似的，而且时间是短暂的，不是永久的啊。幸福美满人生呢在第六天呢，那你就看到了。所以他是欲界的天主啊。那么这个天王跟色界天的摩西首罗天王，我们下面会念到他。那么他们都不是拥护正法啊，他们常常是障碍正法。那为什么障碍正法呢？他有私心啊，因为他所统治的就像国王一样嘛，他统治欲界啊，欲界的范围太大了啊，这是一个单位世界。单位世界是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，这世界是多大呢？用我们现在人讲的银河系，换一句话说，它是银河系的王啊。这个银河系里有多少太阳系，数不清了。
他唯恐他的人民学佛得道正果超越了，是他很不愿意看到的。不过你真有成就呢，他也很佩服你。哎，你没有成就，他障碍你，不希望你成就。可是真成就的时候，他也对你礼拜，他也很尊敬你。啊，是这样的一种人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他那个自私自利啊，比我们人间要轻，但是他有，他不是没有。啊，所以他仗道。啊，摩西首罗天王亦复如是，他也仗道。摩西首罗比他高，是三千大千世界主，就是说他管。要用现在讲的是，他管多少个星系呢？啊，他所统辖的是十万亿个银河系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看到一个统治全球的这么一个王。啊，统治全球才一颗星呢。你看摩西首罗天，他统治的是银河系。啊，摩西首罗统治的是十万亿个银河系。啊，但是诸位晓得，没有出六道轮回。福报再大，寿命再长，他有命终的一天。他有失去他的地位，他的权力，啊，他所有的一切，他会失去。他死了，一切都失掉了。啊，又要去搞六道轮回，很辛苦啊。啊，什么人把这个事情看破了呢？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，告诉我们一桩事情：生死大事。啊，他把事出世间一切事都看成小事，如何能解决生死大事？这真的是把问题，这根本问题找出来了。啊，人可以永远离开生死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啊，明心见性之后啊，才真正知道了，见到了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这问题解决了。那如何能解决我们这三苦八苦呢？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这也解决了。所以到什么时候才解决啊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成佛就解决了。成佛要晓得佛是什么意思。佛是自性觉，也叫佛性。啊，迷了的时候
叫阿赖耶，觉悟的时候叫佛性。佛教导一切众生，终极的目标是帮助你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我们修净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学习。最后的目标呢，还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在我们这个世间呢，没有法子觉悟啊，见不了性啊，换一个修学环境。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啊，到那个地方去没有污染呐，没有障碍呀，这个世界障碍太多了。所以换一个修学环境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要用什么态度呢？对这个世间决定没有丝毫留恋啊！对这个世间有留恋，丝毫留恋，你就没有办法摆脱它啊！叫六道轮回啊。所以祖师大德了，用一句话勉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：借假修真，身是假的。六道也是假的。跟你说，银河系是假的，十万亿个银河系也是假的。永嘉讲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迷的时候有，觉的时候没有了啊。所以我们迷了之后，所有的境界我们六根对这个六尘都不是真的，外面的六尘境界是假的，里面的六根也不是真的。所以你要懂得借假修真。现在这个假的不能不要啊！你要不要的话，真永远见不到。实在跟你说呢，真假是一，不是二。根本就没有真假，只有迷悟。悟了啊，假都是真；迷了呢，真也是假。确实。只有迷悟之不同啊！所以决定不可以留恋啊！那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，佛说：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真的。佛有一句话说得更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就告诉你，你是佛了，他也是佛，所有一切众生各个人都是佛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是佛一句话了，
把这桩事情说破了啊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只要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就恢复了本来面目，本来是佛。凡夫成佛一念之间的，经上说的迷为一念，悟只一心，你起个念头就迷了，你是一心，一心里头没有念头，那你就悟了。这是真的，这是事实啊。可是我们今天想把这个一个念头打掉啊，那可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妄念太多了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又生了啊。这个妄念就是迷，一念迷，念念迷啊，永远他不能回头，这叫反复。为什么不能回头呢？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，所以他放不下。什么时候对于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自然放下了啊，像中国禅宗六祖慧能一样，不必别人劝的，也用不着别人提醒的，自然就放下了啊。这一放下，当时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啊，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的境界是平等的。啊，回到了本觉。啊，中国禅宗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那个境界就是本来面目啊。就为什么不肯放下呢？不能顿悟啊，像释迦能大师我们做不到啊。那怎么样呢？佛教我们见悟，见悟就是慢慢的放，天天放，月月放，年年放，这就对了。真正这样干法，有人干个三年五载开悟了，有人十年二十年开悟了，有人三十年四十年开悟了，悟了就成佛啊。像这种方法开悟的人在中国太多了。你看五灯会员里面所讲的就是1700多人啊，除这部书记载之外，宗门教下啊，我们概略的估计，中国在佛教传到中国来这2000年来，啊，真正学佛达到这个境界的人，至少也有10000人呐。那念佛往生的人不计其数啊！啊，生到极乐世界。纵然是
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他也成佛了啊！所以这个法门呢，无比的殊胜呐！啊，宗门教下开悟，真的不简单啊！宗门要修禅定，教下要修止观。那唯识法相要修无重唯识定啊，都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唯独净宗方便快速稳当，成就特高啊。希望同学们呢不要放过，那你就真的是有福报了，大福报。那真正要放，要抓住这个机缘，那你就要把这个世间的缘分世缘要淡薄啊，纵然放不下了要看淡最后，临终一念要放下啊！平常看得很淡，放下比较容易啊。如果平常啊，对于这些很计较啊，这个很执着，临终放下非常困难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念佛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啊！这样的一念佛人比例很大。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告诉我们啊，他是以台中莲社做比喻啊。台中莲社我离开的时候，莲友差不多有50万人，老师说真正往生的人10000人当中啊，只有2-3个啊，10000算3个吧，100000就30啊，啊，50万呢也有100多人呢啊，所以台湾念佛的风气很盛啊，我们估计在台湾念佛往生的决定不止1000人，那个地方有福报啊！啊，遭大劫难，他还能存在呀、啊？靠什么？靠这些念佛人的功德啊！那么这些离世，我们都非常清楚啊，我们知道啊，念佛好。念佛重要啊，放下心就清净，放下功夫就得力了啊。印光老法师教导我们，这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说的啊。念佛堂要多大呢？不要太大啊，大家在一块共修啊，20个人最理想。在一起共修，志同道合，20个人都往生，你这个道场是圆满功德啊。为什么呢？道场小，
人少，两三个护法就够了，可以真正做到身心清净，与净宗与净土相应。人多事多应酬多，你的心定不下来，那么你只修一点人天福报，你这一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如果人天福报里面夹杂着大幅度的贪嗔痴慢，你连人道的资格都没有了。那到哪里去了？畜生魔鬼，严重的到地狱去了啊！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在早年学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我用的注解是乾隆时候的一位大德慈云灌顶法师啊，这个法师著作等身，日本万字序藏里面收集他的将近30种，通宗通教啊。他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住得好啊，啊，内容非常丰富啊。幕后他举出念佛100种不同的果报，第一句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啊，最后是念佛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。我看到这头一句念佛堕阿鼻地狱，我确实是疑惑啊，念佛是好事情，纵然不能往生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？我就拿着这个注解去请教李老师。李老师一看，这是大问题，这不是小问题，我不跟你一个人说，等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。啊，这个我们才明了。啊，那个念佛人是怎么念的？自私自利啊，念念都是损人利己啊，打着佛法的招牌欺骗众生，叫自欺欺人啊，破坏佛教形象啊，阿鼻地狱的罪业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以为佛菩萨保佑他，那真正保佑他是魔王啊，所以这个不能不晓得啊。我们看到欲界这些天王啊，看到他的果报，听佛菩萨给我们说明他的业因，我们就明白了啊，他们的善做的是真大，做的真多啊，利益无量众生，真正是为人民造福。那为什么会变成
这样的果报呢？贪嗔痴没有断呢？啊，利益人民，为人民造福是真的。啊，只要不伤害他的权威，他能包容你啊。啊，如果你要是伤害侵犯他的权利呢，他就会杀你啊。啊，这个是古今中外的这些帝王几乎有共同的这些状况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，在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啊，佛不希望我们去发心呢，去做国王，啊，去做一个领导人，啊，佛不劝人干这个，啊，佛劝人发心出家修道，永远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所以佛教我们了，出现在这个世间做老师啊。教学啊，不要搞政治啊，啊，很有道理。你看他自己是王子身份，把王位舍弃了，他真干，所以他说的我们会相信。八大人觉经里面讲的四种模糊，五阴模糊，烦恼模糊，四模糊，最后讲天模糊。啊，那个地方讲的天模糊呢，就是讲这个他化自在天，摩西首罗天，啊，就是讲这个两种。菩萨成道的时候，魔来障碍，啊，魔来害他，啊，佛以定力没有受到干扰，啊，这个定慧呀，能化解呀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里面有降魔，啊，那个魔呢，就是摩西首罗跟这个。大自在天王，啊，大自在天王就是化乐天王，他干扰不了你了，没有办法障碍你了，他回过头来就给你当护法，啊，确实他护持你，可是后世这些子孙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些弟子如果不如法呢，魔就加持你，啊，叫你破坏佛法，你真正修行呢他护持你，你不修行的时候他叫你破坏佛法，换一句话说他要把你送到地狱去，这是魔啊！啊，我们需要认识它，需要了解它。
那么也有经里面这样讲，他化自在天上面，初禅下面，这个当中界限里头啊，有魔王天。啊，并不是通通是他化自在天人啊，自在天王。那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经上不会有说错的。天上人间，所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啊，那我们佛给我们讲这个世界，从单位世界，1000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小千世界，小千世界的天顶。是初禅天，啊，那么这个初禅天下面的，要用银河系来说，1000个银河系，啊，每一个银河系都有一个。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王啊，那就小千世界里面有1000个他化自在天王啊，这1000个天王，凡夫嘛，烦恼习气没断嘛，决定有很善的。也有不善的啊，像我们这个地球上，你看现在地球上有100多个国家啊，每一个国家领导人有很好的，也有不太好的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啊，所以它不是一个桃花自在天，好多 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那要到3000大千世界，它更多了。至少有几十万的，几百万的，啊，有这么多的这天王，啊，那个鬼神里面的鬼王又更多了，这所以这都通通要知道。所以我们读经，看到经上讲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，要理解，啊，它不是。他化自在的这个六天王不是说一个人啊，做这个天王的很多啊，所以天王天主他也是众生啊。我们记住佛在华严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啊，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些天王跟我们一样，也都是迷失了自信啊。那再问一问，你有没有做过他化自在六天王呢？很可能还很可能你不只干了一任呢，你从那里又堕落下来了，在轮回里打转，所以看到这些一点都不稀奇。想想什么，自己做过，鬼王也做过，地狱也去过啊，甚至色界无色界天你都住过，这讲六道轮回，无量劫来，你没有处理六道，哪一道你都去过，啊，所以你做过天王，
做过鬼王，你做过魔王，啊，细心去审查，去思维，你看自己的习气。长时间受圣贤教学的熏陶，那改了很多 啊！在没有接受圣贤教育的时候，那个习气你就能看到前身从哪里到来的，很容易看出来啊！这个不需要问人呐。确确实实像美国这个预言家凯西所说的啊，你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都是有前因啊，他肯定的说任何一个人一生当中所遭遇的啊，说是与过去生中没有因缘的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！这是说因果教育是真的 啊！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。于欲界中得自在啊，在三界里面这是欲界的地位最高的，他在欲界里得大自在 啊所以也称为大自在天啊。你看以业或苦为眷望，眷是丝织品，网是罗网啊，它这个网是什么呢？是祸业苦啊，迷惑造业受苦啊，以这个网啊，系缚一切诸凡夫，这些凡夫都归他统治。他提倡的是什么？提倡是这个运用的非常巧妙啊，也是用高度的艺术的教学啊，尤其是情志啊，情志是什么？水火迷惑，永远不能了解诸法实相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永远不会了解特别是表现在艺术文学诗歌舞蹈戏剧小说
啊，然后你才知道佛法为什么让这个学佛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不要接触这些东西啊？什么原因？你就明白了吗？啊，到什么时候你可以接触呢？你真开悟了，开悟就没事情了。不是，你全通达了，全明白了，那没有障碍了。没有开悟的时候，没有得定的时候，不能接触。印光大师在世，仰慕他的人多啊，他给人写字，他也写得很多啊，每个人得到他的字如获至宝啊。他的字，他不是书法家啊，他给我们做了个示范，公公正正啊，沉静心去写没有潦草啊。啊，我们十楼图书设计这个对联，印光大师写的。弘一大师是个艺术家，啊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用文字确实也度了不少众生，戒引大家入佛门呐、啊！他的字也是公公正正啊！他一生最佩服的是印光大师啊，这个都是给我们现代学佛做典型、做模范的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那就不会有错误啊。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，老师特别重视你要找一个人做典型、做模范啊，现在人说的说做样板，你要学他那个样子我在学佛的时候，李老师啊一再的嘱咐我学印光法师啊，你就不会错了。印光法师也不在，到哪里去学呢？文钞在呀、啊！啊，那个时候，文钞只有正序两篇，一共四册，啊，全集没有出来，四册，老师把这个四册印光法师文钞送给我，要我常常看，向他学习啊，有个典型，有个样子啊，读他的书，听他的教诲啊，依教奉行，
他能成就，你也能成就。啊，世间的东西，连世间的文学都不许我看。啊，我跟他学习，拜他做老师，他给我提了三个条件呢。我跟诸位都说过，啊，第一个条件，因为我没有跟他之前，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跟张家大师学佛三年，啊，第一个条件是，你以前所学的我不承认。啊，你要跟我学，从今天起，一切从头学起。啊，第二条，从今天起，你一看书，都要经过我同意。啊，佛经也好，世间的典籍也好，要他同意。他不同意的，一律不可以看。啊，第三个条件，你到这个地方学经教，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。啊，任何法师、居士、大德在台中讲经都不可以去听，这三条啊！啊，为什么？祸业苦的网啊，你可不能掉在这个网里头啊！你掉在这个网里头，你出不来呀、啊！啊，你听他一个人，他对你负责，真不容易啊！我当时听了他老人家这三个条件，心里想，这个老人家怎么这么跋扈？啊，这么样傲慢，目中无人。啊，可是他对于法师，从台中来来往往的，他非常敬重、尊重，一定送供养，一定啊去供斋，请他吃饭，哎，就是不请他讲经，不请他讲开示。啊，以后慢慢的我们了解，这个老人用心良苦啊。啊，老人往生了，隔了不少年，我到新加坡去了，啊，新加坡遇到延培法师，这是老朋友，啊，也是一位长者，他大我十岁，在台湾我也常常听他讲经，啊，我们都是讲经的法师。见面特别欢喜，我就把李老师当年叫我的时候这三个条件他告诉我，他刚刚出家做小沙弥，在关中寺地贤法师给他也是这三个条件，哎呦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，原来这不是李老师的啊，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佛门代代相传的收学生的三个条件，这叫什么？叫师承啊！李老师讲了，但是没有说师承，不知道，
这个我们才晓得，哦，这叫四乘。啊，这真叫你，这传法了。啊，首先把你心里这些染污洗掉，洗刷清楚。啊，什么可以看，什么不可以看，不是你自己想的，老师决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化自在天所设的这个罗网啊、卷网啊、丝织品非常美呀、啊，我们不认识啊，很容易上当啊。啊，老师知道，为我们做防范，所以不可以看，不可以听。啊，这个罗网对象是系缚一切诸凡夫，就是。欲界众生，六道众生，啊，我们谚语里面所讲的天罗地网，这个就是大自在天设的这个天罗地网啊，几乎没有人能逃得掉啊。啊，那出家修道的人是不是真逃掉了？不见得，也不容易逃掉。啊，你遇到的老师，老师会关机，看看你是不是有可能做个漏网之鱼，啊，你逃出六道了，他才叫你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他不教你，不跟你说清楚啊！哎，为什么呢？给你说了你不听，你不会百分之百的服从他啊？那何必呢？何必给你做冤仇呢？啊，这是我们隔了好多年，哎呀，才知道。知道之后一想的时候，哎，方东美先生对我也是这样的呀、啊，啊，但是他没有提出这个条件，而实际上呢，他已经给我约束了。你看，不让我到学校去听课，啊，每个星期天在他家里，家里一对一，啊，这是意思都有了，话没说出来。张家大师也是如此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也是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他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啊，至少是一个小时。啊，如果还有别的客人的话的时候，就一个小时。啊，要是没有其他的客人的，约的客人，他一定给我两个小时。啊，这样叫出来的呀。啊，以后我就想啊，这老师，我跟他并非亲非故，啊，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？啊，以后想出来了，啊，没有别的，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，我们对老师真的是真诚恭敬。啊，对老师的教诲呀、啊，依教奉行。啊，决定没有疑惑，啊，没有怀疑，这是感。啊，那老师对我们是应。啊，尤其我跟方老师是自己介绍的，啊，自己写一封信给他，写一篇文章给他看。啊，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回我一封信，要我到他家里见面。我们缘是这么结的。啊，套在一个什么？
同乡，他是同城人，啊，那临县隔得很近，啊，同城跟庐江县的县城大概距离是50华里，50华里就是现在25公里、30公里的样子，所以距离很近，啊，知道他是同城人。仰慕之心呢，对哲学很有兴趣。啊，没有想到的是，真正是想不到。那是我写的信，公公正正，毛笔字啊。啊，所以见面这个就问我，问我学历，我是初中毕业了。他说你有没有骗我？我说没，不敢骗老师。他说你写的信啊，无论写的字写的内容，他说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啊，写的怀疑啊。我说这一点我是学3年抗战期间，但是喜欢读书啊，读书呢没有放弃过，虽然没有在学校的，我喜欢读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礼貌，这种真诚恭敬，这是因呐，这是感呐。啊，善知识，乐意来教你，那是因呐，感应道教啊。我们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清苦啊，对老师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。啊，他这样热心来教，啊，3个老师都是这样的，啊，李老师不必说了，我生活没有依靠，他叫我到图书馆去当管理员，啊，每个月还给我一些零用钱，啊，我在那里10年。至诚感动啊，这是李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啊，真诚到极处就通达了啊，这得教我，因为佛法是法，分量都很大了，你一生当中时间有限的，你如何能贯通啊，如果不通，你自度都度不了，你怎么能度人啊？他给我举例，别的不说啊，世间法是中国的四库全书，你这一生能通得了吗？佛法里头也不讲别的吧，这一部大藏经能通得了吗？我们听了之后啊，真的就望洋兴叹了，确实做不到啊！啊，老实说，古大德的方法，你不能不求感应。那用什么方法通呢？感通。啊，什么东西来感呢？诚，真诚，真诚到极处就通了。他教我这4个字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，李老师教我至诚感通。确确实实我这一生得力于这2位老师
八个字。有这八个字，事出世间法，真正是古人所讲的开卷有益。展开书本呢，我能体会。许多体会都不是在文字里面。能有能力举一反三。文以知识，这个完全靠感应的。不是记诵啊，你能够记住多少，你能背多少，不是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我喜欢看书，我不喜欢背书。而且看书的时候一般都是一遍就过去了，只记这里面重要的教诲。我看易经，我揭露里面最重要的句子36句管用啊。而且能够通上，能通佛法，儒释道都通。再扩展的时候，我们跟许多宗教往来，每个宗教典籍都贯通。用什么？用至诚感通啊。不是波澜群书啊，过目不忘啊，有这种人，我不是这种人。所以我不是上上根人，中下根人，中下根人成就啊要靠真诚啊，真诚到基础。我们常讲啊，三宝加持啊，讲经50年了啊，从开始学讲我就没有像老师规定的那些规矩，我就没有啊。老师规定的规矩，那是在进修班20多个同学，老师定的规矩是要写讲稿啊。这个讲稿是什么？口语文学啊，就是讲话，不是文章，是口语啊。1个小时要10000字，这他定的标准啊。我也做过几次学楞严经，大概我讲了有10几堂课，不到20堂，我用这个讲稿，以后就不用了，再也不用了，以后用什么？用大纲，用表解，李老师很会做表解，我用表解，用大纲，不用讲稿，
所以讲的比较厚朴，啊，一有讲稿啊就很呆板，甚至上台我就讲不出来。啊，讲稿死板，没有讲稿厚朴。啊，可是真正叫科班出身的，一定从讲稿着手。啊，李老师那时候规定我们至少十部经写讲稿。啊，这他规定的。啊，他没有严格在这一点要求我。是我那个时候确实有两个长处，一个是记忆力很好，啊，听老师讲一遍，听他一个小时，我可以重复讲，把他所讲的话讲出来，啊，至少能够讲55分钟，我有这个能力，啊，这是可以不要讲课。另外一个能力是，我听经有悟处，能够触类旁通。啊，这一点在学习里非常重要。这悟性，没有悟性不行。有悟性好教啊，没有悟性就不好教了啊，所以这是很不容易遇到的啊。那么他一生在台中讲经教学38年，用这种方法约束我的这一个人，对别人他都不是方法啊。这个我们了解的因机施教，对每个人教学的方法都不一样啊，不是用一个方法教一些人，他是活的。所以我们要学基本的条件，真诚啊，尊师重道好学啊，这是基本的条件啊。善知识要是真遇到了，他不会舍弃你，只有你舍弃他，他不会舍弃你啊。为什么呢？在佛法叫法器，他的法可以传给你，你很可能接受啊。一般没有这个条件的不是法器啊，只教你一点点就行了啊。你不是传法的人啊，传法的人大信大愿，真的自己要谦虚好学啊，要具备这些条件。我们再看第二首，别有贪欲嗔恚痴，又与众生得自在。这个众生是六道，特别是欲界啊，彼就是第六天王啊，桃花自在天。他的贪嗔痴没断呢啊，但是要知道淡薄啊，第六天最淡薄了。再往上去的时候，
贪嗔痴也没断，控制了，不起作用了。禅定的功夫把它伏了。所以叫伏断，不是灭断。定失掉了呢，它又起来了。伏断不能了生死，要灭断才能了生死。阿罗汉真断了，所以他能出六道轮回。摩西受罗天王跟飞飞翔出天都还是定功扶住的，石头牙草定失掉了，烦恼习气马上又出来了，这个要晓得。但是这个福对念佛的人就行，念佛的人能够把贪嗔痴扶住就能往生，叫待业往生。除净土宗之外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待业的，都要真的断掉。像这些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那种四禅八定，控制住都不能成就。所以扶住能够超越六道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，就只有这个念佛法门，只有这一门。除这一门之外再没有了，叫门与大道，那个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成佛大道很不容易遇到，遇到的人他不相信，相信的是不认真学，都被淘汰掉了。为什么不认真学呢？就是他贪嗔痴，他不愿意服，天天起现行，这就没办法了，要功夫不得力了。什么叫念佛功夫得力了？你能念到让贪嗔痴不起作用，不发足就行了，那就叫功夫成片。这样的人就决定得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那不放不行啊。下面说宽居十种自在力了，而不能令众同行。这两句是讲菩萨化身菩萨了，他具足十种自在力了，这华严经上说的是神力自在用，第一个多世界能够把多世界的放在一列微尘当中，这经上常说的，芥子纳须弥，芥菜籽很小啊，一粒芥菜籽可以把须弥山装到里面去。这不稀奇啊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念过，一微尘，微尘比芥菜籽小得太多了，这个微尘可能是现在科学家讲的基本粒子，
就没办法再晓得。啊，肉眼看不见。啊，在高倍的显微镜下能看见。啊，基本的粒子。啊，里面有什么呢？里面有宇宙。啊，整个宇宙的时候就在那一个微尘里面。这不可思议。而且经上告诉我们，普贤菩萨经常到那个微尘里面世界去参访十方诸佛如来。微尘没放大，世界没放小，没缩小，它里头就有。这是第一个自在无碍用。啊，第二个是一微尘中现多佛刹，无碍用。啊，一微尘里面具足。啊，这个就是自信。啊，六祖说的，何其自信啊，本自具足。何其自信啊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见性之后啊，时间空间没有了。啊，是我们想到时间跟空间在白法里面它属于不相应心法。啊，不相应刑罚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。啊，所以这是佛经里面讲的科学。啊，在佛经里面不承认有时间有空间。啊，那么时间空间也说的很多，说无量劫。啊，说十万亿佛刹，那是佛的方便说。随顺众生说，你们这么说吗？我也随顺你们说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。啊，在华严上我们看到，啊，一刹那。跟无量劫不二，这就时间没有了。一刹那可以延长为无量劫，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刹那。这是给凡夫讲。啊，入这个境界里面，入境界没话说。啊，他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也晓得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宇宙万法是一，叫一真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跟我们现在法界有没有差别？一点差别都没有。要说差别，只是时间空间没有了。这设防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啊，中峰禅师在《三世习念》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此方即是净土啊，净土即是此方啊，这是空间没有了，距离没有了。
啊，空间维次突破了。啊，空间维次有没有？科学家说有，我们也承认有。时间有没有？有，有昨天，还有明天。哎，有。啊，佛菩萨告诉我们没有。啊，那这种是个错误的抽象概念，从哪里生的呢？从妄想分别执着的生的。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都有，这个现象就有。如果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都就没有。所以佛教我们正呐，教我们清正呐。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跟佛所看的一样，一点差别都没有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自信弥陀，极乐世界唯心净土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！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没有内外。所以一微尘跟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我们讲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不是二，我们在前面一大段大用无方里面讲过，都是真实的境界。第三种自在，佛举这个比喻，重海水啊，这举地球上的啊，地球上这个海洋啊，环绕中国。东面太平洋，南面印度洋，美洲与欧洲当中的大西洋，这些海洋那么多的海水可以放在一毛孔里面，菩萨有这个能力，把这海水放在一毛孔，往返十方，十方世界去旅游往返，这海水里面的众生，水族啊，水族不知道，为什么对他们一丝毫干扰都没有？有这么大的作用啊！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经上讲菩萨十种这个作用，我们讲了三种，现在时间到了。后面的我们明天继续再学习。